我身处机场究竟做乜嘢呢？当然是上机啦，目的地俄罗斯啊。公司亦都对我好啦，找了一个识俄文啊、熟当地的朋友仔带我周围去。但系人喺边呢？我找了好耐都见唔到噃。阿谦，你嚟找我？你咪同我拍桥拍呢个俄罗斯懒人包嘅奇人。咦，你有睇啊？即系你对于俄罗斯都有基本认识啦。咁我唔使照顾你啦，我去找其他团友啦。拜拜。唔系得我哋两个啫咩？梗唔系啦，睇世界杯咁大件事咧，梗系要开心 share 全城撑噶啦。今次我哋召集咗一大班香港嘅传媒，齐齐飞去俄罗斯现场感受一下世界杯嘅狂热气氛，真系谂起都兴奋啊！嗱，我知道今届喺莫斯科总共有两个比赛场地，葡萄牙同比利时呢啲强队嚟紧就去莫斯科进行比赛啊！我哋一于就去莫斯科啦。足球呢家嘢咧，其实我就唔系好熟嘅，都系留翻俾你啦。不过咧，我喺俄罗斯咧有好多热爱足球嘅朋友，到时咧可能可以介绍俾你同埋你哋识啊！但我聽講好似你揾咗個曼聯名宿俾我哋做訪問噃，究竟係邊個啊？會唔會係傑斯先？傑斯早幾日嚟過香港噃。傑斯翻咗俄羅斯廣播啦，不過咧我哋就唔係揾佢。如果咧你想知道係邊一個，同埋觀眾咧想知道係邊一個咧，記得繼續留意我哋嘅節目啦。好啦，你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。出發啦，好冇？好。好，跟我行啦。世界盃全勝場。